谁说闲着在家就只能够看电视打游戏？生命在于运动啊！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家每天都做些啥，准备给一天注入活力。平常的时候啊，我可能会出去骑个十几公里，但特殊情况也就只能够在自己家里周边溜达两圈。正好分享下我的骑行装备：迪卡侬 Rockrider ST100 山地自行车，6061铝合金车架，经过 T4T6 热处理后更加的坚固耐用。Batwing 21级变速系统，性能更稳定，外加钢制 V 刹，刹车更有力，保障骑行安全。搭配 Rockrider Feel 头盔，可靠的抗冲击效果，即使发生碰撞也能够有效保护后脑勺、太阳穴等脆弱位置。最喜欢的就是它的 FitLock 磁扣，使用简单，单手都可以调节。除此之外，13克空气动力学气孔也能够很好的透气排汗，舒适感更强。这是 ST900 骑行短裤，特别为山地环境设计，使用的是防刮耐磨面料，立体拼接剪裁，活动不受限制，还有两侧的压胶拉链，可以方便储存各种物品。最后再配上一副骑行眼镜，是不是就很专业了？这就是我爱的运动。对了，迪卡侬年度会员日就要到了，记得去看看。